是为什么有些人说在这边，我是我们祖先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是请漳州师傅来盖的，他是双面器，来这灌那个酒灰加青麻来堆的，就是跟做万里长城一样那种做法，把泥浆跟你米粉裹完嘞，啊慢慢啊，和吸落来这，所以讲它防水很好。现在看到的这个是200多年，这个都是200多年，不要说石头，光这个石灰缝就200多年。那为什么他说啊这边啊闹杂麻粉啊？既然有杂麻粉，为什么不弄水平器？这个都是杂麻粉，一寸一个，一寸一个，就是因为在大陆的王公大院剩下的石头，这些渔民去把它拿到海边去压舱，因为以前的船是帆船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外来的帆船，他现在已经做好了在漳州。要去开回来，我准备跟他开回来，一起去把他开回来。我以前在做，我不招输鬼了。30几年前，我为南那个南门河开始开船去个厦门。这个另外一个现代的故事啊，大概是30多年前。那真的就要碰到乌水沟，即卖船啊一只拢3-4百米，淹起来5楼，淹落去。顶头就是5楼水，我咧坐一日，无看海，没有看到地平线，碰到17级的台风，这个我都亲身经验过。那这个是来这边见，有的人说你来家去那也不在家，啊你在家你怎么那也不在家？我就解释这样给他听，他们才了解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那这像这个。